极限挑战的成员们在新疆叶城进入西游世界，讲述一段取经后重聚的新故事。战火吧 ，All in you。师傅，前面有一个妖精。你是笨波笨，我是笨波笨，笨波笨，笨波笨。每天投的唐僧，哎呦我的胯，我的老腰啊！我媳妇儿是铁扇公主啊，虽然老了叫老铁嘛。大家好，我是紫霞仙子，我要巡山。真身也罢，分身也罢，谁能告诉我到底是谁？哦，他是真身。本周日晚，东方卫视《极限挑战》第10季正在热播。